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我觉得这一版亚洲杯的版本有点像是瞎鸡巴乱打，真的是瞎鸡巴乱打。目前亚洲杯当殿下，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阵容是选出来高几率赢的。目前为止，我在玩目前殿下的感觉，真的不好选。这一版亚洲杯超难选，尤其是后手方，我觉得后手太难了。哈，这边选曹琦是认真的吗？那我要开杀喽！那个曹琦铜牌是在杀小，干他妈真的是要来躺。虽然曹琦铜牌没什么差，我觉得曹琦铜牌跟那个传说真金都没什么差别。哎，啊，你不是要给我打？怎么跟你讲的不太一样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说给我打，你在干嘛？大哥，有什么毛病吗？你前面是抄袭，你在点什么意思的？有问题要讲哎，哥哥。靠背啊，按错。到底啥情况？啊！干，别晃倒，水小。
啊，失误，以为那个位置没办法接扣篮。哎，暂停一下。啊，没上当，操的！糟了！硬攻断了一拍，哇！看错礼物，不要！你还把这球挥进的顶出去，你他妈有病是不是？你他妈捏这一颗，傻小！哈！哈！他把他捏那一颗直接丢掉，哎！傻小啊！不是这样玩的，欸，不是这样玩的，欸，弟弟。超级一颗。啊！大哥啊，你能不能躺好啊？你已经搓整把，你还想怎样啊，哥哥？
哦，真的会中风。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，工艺？烂能不能躺好啊？到底在干嘛啊？没脑真的要讲欸，去打排位练好不好？真的有够烂的你，不要脸，受不了！到底他妈傻小啊？啊！啊！中风！真的是他妈中风！到底是傻小啊？干，中风！啊，中风！